老师好，毕姓邓，叫金梅。今天我要续讲的题目是第七课，你周末做什么？谢谢您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邓老师。今天同学看起来都很不错，很有精神呢。那你们昨天的作业都写了吗？好，如果把作业都写的话，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呢，请放在老师的桌上啊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天我们要上第七课，那在上第七课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复习一下第六课，看看各位同学对第六课的生词，还有在语法的部分是不是都了解了，是不是都记起来了啊？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背诵一下第六课的课文，请你来背诵这个课文好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在发音和声调的部分都不错，都不错。那背诵完课文之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下造句的练习啊。我们要请几位同学，就第三，用第三、第六课，用第六课的生词来做一些造句的练习。好 ，Adele， 来，我们从你开始，好不好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从刚刚的造句当中呢，可以知道同学们对第六课的生词掌握的都不错啊，都不错。那请问一下，对于第六课，大家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进入第七课，进入第七课。那第七课呢，讲的是你周末做什么？你周末做什么？有哪位同学知道什么是周末？周末，好，没关系啊。来，我们知道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有几天？有七天，对不对？那是哪七天呢？我们看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和星期日。那周末是什么呢？周末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，所以星期六和星期天、星期日是周末。所以你这一课呢，你周末 在做什么，也就是他们在讨论的这个周末，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啊。好，那在我们进入课文之前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生词的部分。生词的部分，首先呢，我们会先做生词发音的练习，等一下我们进一步老师会来做生词的解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呢，就请各位先跟我念一下这个生词的部分啊，念一下生词的部分。等一下老师会请几位同学，会请几位同学就是个别的来念这些生词啊，我们才老师才会知道你们在发音的部分是不是非常的正确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念生词。第一个，常常，常常。第二个，常，常。第三个，跟，跟。第四个，打球，打球。第五个，有时候，有时候。第六个，唱歌，唱歌。第七个，电影，电影。第八个，喜欢，喜欢。第九个，逛街，逛街。第十个，跳舞，跳舞。第十一个，怎么样，怎么样。第十二个，啊，啊。第十三个，喂，喂。第十四个， sir， sir。 第十五个，第十五个，抱歉，明天，明天。第十六个，想，想。第十七个，行，行。不行，不行。第十八个，下周，下周。第十九个，在，在。二十，见面，见面。二十一，
学校，学校。二十二，门口，门口。二十三，见，见。二十四，到，到。二十五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这一课的生词的发音练习。那我们现在请几位同学起来把这个个别起来把这个生词稍微念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，非常好。来，Adele， 你这个逛街，逛街要念好啊，逛街。对，这个你如果念成逛街。那就变成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字的意思了啊，所以要讲逛街，逛街，对，非常好，嗯哼，好。那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生词的发音都做了，生词的发音都念过一遍了啊，都学习过一遍。那现在老师呢，就来把这生词的意思，稍微生词的这个意思呢，稍微解释一下啊。第一个，常常，常常，什么是常常呢？啊，常常它是一个副词，然后是一个频率副词。那什么叫做频率副词呢？那就是表示说，频率副词是对一个动作它发生的次数或是频率。那讲的简单一点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动作你做了多少次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，一定的时间之内啊。如果说你看常常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你喜欢吃苹果，你喜欢吃苹果，那这你一个礼拜你可能吃个四天、五天的苹果，那你可以说，我常常吃苹果，我常常吃苹果。可是如果你一个礼拜你只吃一次，吃一天，吃两天，那就不叫常常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用这个常常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有举了两个例句，举了两个例句，各位请看一下。我常常吃苹果，我常常吃苹果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我常常练习中文，我常常练习中文。我很喜欢这个例句。OK， 希望每位同学常常练习中文。好，这是常常啊，有副词的频率副词的一个介绍。然后下一个，我们讲跟。下一个我们讲跟啊，那跟呢，基本上它是有跟，基本上它是有两个用法，有两个用法啊。那它是它。跟它可以做连词，也可以做介词。那在这一课的这个用法当中是属于介词，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介词的部分呢来做一个解释。那这个跟它在介词，它是后面呢它会跟着一个名词或代词，形成一个介词的词组，然后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去表示一个动作的方式，去表示一个动作的方式。所以说在这边在这里的话，我们有个例子来看一下啊，有两个例子。大卫跟朋友打网球，大卫跟朋友打网球啊，所以看一下，这后面就是跟着一个动词，一个受词。然后他跟大卫逛街，他跟大卫逛街。好，这是我们介词跟的用法。接下来下一个我们会看到生词是打球。那球类的活动有很多，有很多种球类啊。那有棒球，有网球，有篮球，足球，橄榄球。那在中文我们对于球的这个动词呢，就是各种球类的这个动词呢，我们是用打这个字，大部分是用打这个字来做动词啊。那比如说这是什么？棒球。那我们就说打棒球，打棒球。嗯哼，这个是什么？